主料多一锅3000克，辅料盐白糖300克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准备多一锅白糖和少量的盐，多一锅清洗一会，然后削去外皮，去皮的多一锅切成四瓣，然后削去里面的多一子。切好的多一锅放入淡盐水里浸泡一会，防止氧化发黑。注锅烧开一锅水，放入切好的多一锅，快速焯烫一下后捞出。焯烫好的多一锅快速拨开放凉，控干水分。控干水分放凉后的多一锅放入适量的白糖拌匀后腌制一晚上。第二天把腌好的多一锅控干糖水，然后放在簸箕里摆开，拿到太阳下晒干，晒至半干或是七分干后即可密封保存食用。烹饪技巧：一、多一锅焯烫时间不可太长，快速焯烫一下，起一个杀菌的作用就行。二、白糖的用量按个人的口味放入，喜欢果干甜一些就多放一些糖。三、晾晒时间按保存的要求晾晒，如果想要保存时间长一些就多晒一些。如果打算短期内食用完毕，那么晒至半干时口感是最好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